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要来教大家画一个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妆感呢，也是我现在脸上的这个妆，欧美网红妆。那这个妆呢，有几个特点，只要呢能够掌握这几个特点，就可以做得非常的到位。那我自己呢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妆容，我觉得它非常的百搭，而且非常的美丽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脸上的这个妆容呢是怎么达成的，就继续往下看吧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如果你也对美妆保养或者是精品开箱，还有我在英国的生活有兴趣的话呢，就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而且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我头发夹起来，不要让它干扰我们等一下化妆的程序。那我们就先来做妆前保养。我先用兰蔻的这个冰珠在眼周按摩，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步骤的，因为有一种把那种皮肤唤醒的感觉，这样画圈画圈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然后现在用手指按摩一下呢，让产品吸收。接下来呢，用的这个是 Bobbi Brown 的维他命完美乳霜，那这个是试用品，我用下来呢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延展性很好，刚刚好的滋润皮肤，不会太油腻，让后面上妆的土石流。那顺便按摩一下，往上拉提，尤其是眉毛这边，往上往上往上。那底妆呢，我要用的是一个 old school 的 combo， 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这个粉底液和 Too Faced 的粉底液混合。那欧美网红妆的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底妆要非常无瑕，遮瑕力偏高的底妆呢比较适合。那我今天用的是呢 Eco Tour 的美妆蛋上妆，这个美妆蛋很短，很好用。那均匀的把粉底上到脸上之后，我也会带到脖子甚至是耳朵，让整体颜色均匀一点，不会有色块感。那整体呢粉底都上完之后呢，我还会这样一直持续的拍打，让它的那个粉底液更贴妆，还有在一些鼻翼啊嘴角啊比较容易浮妆的地方，也稍微会比较贴妆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画眉毛。这次用的是 Benefit 的六角眉笔。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呢，就是要有非常欧美感立体的眉毛。我画眉毛的方式呢，都是先把上框跟下框画好之后呢，填补中间空洞的地方，就这样。那眉头这边呢，也要画毛流。再用眉梳呢，让颜色更自然。接下来呢，我用蜜粉定妆。今天用的是 Thrive Cosmetic 的蜜粉。欧美网红爱的呢是这种雾面的妆感，所以蜜粉给它大力的上上去，不要犹豫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用这个 Jaclyn Hill 的超大眼影盘，用这两个颜色呢当做眼窝的晕染色，找到你的眼窝呢，然后大面积的晕染下去，好，拉近一点，但不是随便的晕染哦，顺着眼睛的尾端呢往上晕染，让整个眼睛呢是往上猫眼的感觉。接下来再拿两个深一点的颜色呢，加强眼睛的轮廓，基本上呢跟刚刚一样，也是在眼窝晕染，但范围没有刚刚那么大。若觉得颜色晕染的不够呢，就拿上一支眼影刷帮忙晕染。那接下来呢，拿最深的两个颜色呢来制造烟熏感。上这个颜色的时候呢，记得要先把颜色上到眼皮上面之后再开始做晕染，那位置呢基本上就是在眼褶以下。那一样呢，可以拿别的眼影刷来帮忙晕染。眼下呢，我们也可以稍微带到一下，不用很重，让整个眼睛呢有一个一致性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拿一个打亮的颜色，可以是有亮片啊，或者是雾面的，但是绝对要够白，因为够白呢才可以打开眼头的效果。那晕染呢，也是用刚刚上深色的眼影刷，不用再沾任何的眼影，用余粉呢，这样子晕染就可以很自然的消除它的界限感。那接下来呢，又是一个重点，就是上扬的眼线。那我这一次呢是用 Inglot 的眼线胶，我觉得这个没有特别好用，只是我刚好这次就是用这一个，因为对我而言呢，它其实会晕，而且刚买的时候呢，它的膏体很湿，不是很好上手，初学者呢不需要考虑。那画眼线的时候呢，最好有棉花棒，改正错误非常好用。那我自己画眼线的方法呢，就是把框描出来，然后填满空隙就可以了。
残余的眼线胶呢，画在下眼线后半段一点点就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是我最爱的 bronzer， 这个妆一定要有 bronzer， 让整个脸更立体。我用的是 Physician Formula 的这个，画 bronzer 的时候呢，脸这样吸起来凹进去的地方呢，就是要上 bronzer 的地方。那发际线呢，也要有 bronzer。那现在用的是 Benefit 的这个 Hoola 画鼻影，五官要立体呢，不能少的步骤。腮红呢是用 Tarte 的这个，好像是叫 Amazonian Clay 的腮红，就是这种淡淡的雾面的颜色，不要用有亮粉亮片的那一种。接下来就把睫毛夹翘之后呢，粘上加强眼尾的假睫毛。那粘好之后呢，要记得推推整体，让它整个呢有猫眼向上的感觉。另外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唇妆。我先用 Huda Beauty 的唇线笔来描绘唇形，一定要往外描，让嘴唇看起来更丰厚。我都是在底部稍微往外画，还有唇峰的部分呢，也是往外画。这样子呢，嘴唇看起来呢，就会有那种丰唇的感觉。然后我再用 Kylie Cosmetic 的雾面唇釉， Kylie 大概就是这个网红妆的代表人啦，擦上这种裸粉的欧美网红标志性的颜色。接下来是打亮，打亮呢就是要闪到天边的概念，刚刚所有的东西呢几乎都是雾面，所以呢光泽都集中在这个步骤。先用 Charlotte Tilbury 的异状打亮，这个能够给那种暗暗内含光的光泽，然后再加上 Benefit 超浮夸 Cookie 打亮，这个打亮呢真的是闪到外太空，这样子两个 combo 下来呢，就可以打造超闪亮光泽感。那在唇峰呢也稍微打亮一下，让嘴巴这样翘翘的。接下来呢再用睫毛膏把下睫毛补齐，最后用上 Urban Decay 的定妆喷雾，这样子就大功告成啦。那以上呢就是如何完成这个欧美网红妆容的详细步骤啦，希望你们觉得今天的影片呢对你们完成这个欧美的网红妆容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喜欢，还有帮我订阅开启小铃铛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